爷爷早。爷爷，你来了。杯茶来。不要！他们说你脾气很古怪，我现在明白。你很好，你要好好读书。看见你二哥了吗？哦，我想见见他，你把他找来。冯家的亲事，冯家的亲事，暂时不提了。我怕我活不成了，我想看看他。快去，把你二哥找来。真的吗？冯家的亲事，真的暂时不提了？谢谢爷爷，我这就去把他叫回来。大哥，啊，怎么了？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？爷爷改变心意，让我把二哥喊回来，说他和冯家的亲事暂时不提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爷爷怎么说的？爷爷说他现在想明白了。我说吧，我们会坚持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是是是，那快去把你二哥喊回来呀！哎。我们成功了，我们胜利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哎，放下！三弟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，我们终于胜利了。是啊，回去见爷爷吧。好，走，走吧。先去见晴妹，她听到这个消息啊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是真的吗？嗯。你没骗我？当然是真的了，爷爷亲口答应的。只要二哥肯回去，冯家的亲事啊，暂时就不提了。晴妹，我们的坚持，我们的努力。终于有回报了。好些日子没进家门，还真应了那句话，近乡情怯。哎呀，怕什么，抗争的大英雄，凯旋归来。我指的不是这个，我是在想啊，见到爷爷我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。那可不容易，你就装着什么都没发生过不就行了。哎，
那见到妈还有大哥大嫂应该说什么呀？你自己看着办吧，这点小事都要问我。没办法，太高兴了。哎呀，快走吧。快走啊。哎，三弟，嗯，奇怪了，这人都跑哪儿去了？哎，进去吧。出什么事了？让开！让开！爷爷，爷爷，你们来了。三爸，爷爷让我去找二哥，我把二哥找回来了。爷爷说要见他。晚了，太晚了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我是老三呢，你看看我呀。找什么？爷爷，我把二哥找回来了。你来了，老二，他在这儿，在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你。回来了，冯家的亲事不提了，你们要好好读书，要扬名显贵。我很累，爷爷，爷爷，你们不要走，我要走了，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爹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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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太爷走了，爹！爹！爹！给这个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，一切的事情都停顿了。堂屋成了灵堂，大厅成了经堂，灵堂里有女人哀哭，经堂里有和尚念经。叔叔们大张旗鼓地办起丧事，来维持高家的面子，表现自己的阔绰。三天以后，来自各方的电仪和吊客
果然如他们所期待的出现在眼前。然而，再盛大的仪式也有结束的时候，再多的吊客也会曲终人散，再多的哀伤在一次次孝子孝孙谢的叩拜中也将渐渐地淡去。怎么今天就这样凄凉？他们都跑到哪儿去了？字画，那都是爹平生最喜欢的东西，费了好大的苦心才把他们收集起来。我们做儿子的，只有好好的替他保存着，哪有分掉的道理啊？哼，现在不分呐，将来也会有人独吞。你说什么？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只要是爹的东西，拿出来大家平分，谁都没话说。既然你们都主张分，那就分吧。快分吧，哎呦，早点分了，大伙儿也好早点了了这桩心，是不是？我没有意见，只是爹的遗命。又是爹的遗命？爹的遗命已经让我们吃了不少亏了。得了得了，什么遗命不遗命的，再说了，你们谁能证明，谁能证明这是爹真正的意思？是啊，爹活着的时候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过，这俩眼一闭倒跑出来个什么遗命。你们这明明是爹的手迹，假得了吗？你们认不出来，四弟五弟你们也认不出吗？三嫂，你说这话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，好歹我也念过几年私塾，也还认得几个字呢。就是这仪式归仪式，可干嘛出口伤神呢？我没别的意思，你们别心里有鬼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倒想看看是谁心里有鬼。可不是嘛，你说话我们怎么听不懂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不要吵了嘛。不吵怎么行啊？就是啊，行了行了，你怎么说真的假的？这么说这假的？这爹的尸骨未寒，你们什么以赠遗命啊？都是造假的，这种分法很不公平。别的不说，这么多年不是你在老太爷面前忙前跑后的吗？是啊，咱没功劳也得有苦劳。就是嘛，你怎么那么笨呢你？谁笨呢？那你刚才干嘛来着？你怎么不说呀？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？你们这么快就分家了？这爷爷走了还没几天呢。我跟妈不过是个傀儡，我分了3000股西蜀公司的股子，她死把他们还不愿意承认。那姑妈呢？她就分了点东西，还有500股股子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陈姨太分了所公馆，爷爷遗命没有，这根本就分不成。行行行，下回再说。这事我也不管了。他们来了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一提到爹的遗命就换了个嘴脸。什么兄弟手足都是瞎掰的，你就别再说了，我已经够烦的了。
大嫂生产的日子近了，这件事引起陈义泰、四婶、五婶的焦虑，经常背地里议论着。终于有一天，陈义泰按耐不住，一脸严肃地对大伙讲起血光之灾。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，若是家里有人生产，产妇的血光就会充返到死人身上，死人就会冒出很多的血，这叫做血光之灾。免灾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把产妇牵出公馆去。有这么严重吗？信不信由你，我嘛宁可信其有，也不能让老太爷有半点闪失。陈姨太说的对，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。哎，我还听说这倒霉的不光是死人，连活人呢也逃不掉。这么说全家都要倒霉了啊。所以啊，我今天把大家请来，眼看大少奶奶就要生了，大家得拿个主意才是啊。哎呀，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碰到。哎，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？还能有什么想法啊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照办就是了。你这话的意思是？找间房子，请少奶奶暂时先搬过去，等生完了孩子再搬回来，不就结了？岂止是生完孩子，还要坐完月子，这岂不是太大费周章了？我们也不愿意呀，可是为了老太爷好，不得不委屈大少奶奶了。哎呀，大少奶奶是个聪明人，断不会为这点小事背上个不孝的罪名，是吧，大嫂？能不能用别的法子？明轩，那你的意思是，生孩子也是大事儿，这家里人多，我看瑞珏能不能不要搬出去？哦，我刚刚的话只说了一半。产妇迁出公馆以后还不行，因为她的血光还会回到公馆里来，所以啊，得迁出城外。迁出城外还不行，城门是关不住产妇的血光的，还得过桥。照你这么说，搬出去还不行，还要出了城过了桥，这样还不见得妥当。家里的人还要用砖头修一个假坟来保护老太爷的棺木，这才叫万无一失，踏踏实实的避掉血光之灾。迷信，迷信，全是迷信，简直是妖言惑众。明轩，我妖言惑众？好啊，老太爷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陈姨太，这事儿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啊，这要是真冲犯到老太爷，这罪过谁担当得起啊？反正明轩头上有三个叔叔顶着，到时候这外面的人呢，只会说我们这些做儿子媳妇的不孝呗。这可不成，我不同意。我也不答应。三哥，你这一碗水可得端平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都听我说啊，现在举手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样公平了吧？赞成明轩的举手。好吧，这件事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走走走走走。三爸，明轩啊，你的心情，三爸是可以理解的。唉，三爸也是不得已呀。刚才你都看到了，在咱们这个家里，老太爷的利益要超过一切。难为你了，妈。瑞珏是个明理的人，你好好跟他说，他会理解的。
暂时的。等孩子生下来，坐完月子，就可以搬回来。你放心，我每天都会去看你的。我也不愿意啊，可他们都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有什么法子？我不会怪你的。既然我是你的妻子，我就不会让你背上不孝的罪名。即便你愿意，我也不会让你那么做的。爵，原谅我。我真是懦弱，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。你别这么说，你的苦衷我明白，你已经够苦了。我怎么能让你苦上加苦？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心里只有感激。感激？我听到这两个字，心里就更羞愧了。你怀胎都快足月了，身子又不好，我却在这个时候把你送出城去，让你一个人在那儿受苦，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感激？我们素昧平生，你娶我，给我幸福，你就有资格接受我的感激啊。境并不好，不过倒符合要出城、要过桥的两个主要条件。陈姨太、四婶和五婶一同去看过，大家对房子没有意见。三少爷，三少爷，有事吗？三少爷，你能不能劝劝大少爷，别让大少奶奶搬到城外面去？真的要搬啊？我以为就是做做样子呢。三少爷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，大太太已经吩咐下来了，让我和张嫂一块儿过去服侍大少奶奶。哦，我不懂有钱人家规矩为什么这么多，大少奶奶干嘛一定要搬出去呢？不是喊来了泥瓦匠，假坟也要修了吗？大少奶奶干嘛一定要搬出去呢？这就是要搬，也要搬个好一点的地方。大少爷为什么不去争一下？高府上上下下，哪个不忘大少奶奶好？三少爷，你能不能去求求大少爷，求求大太太呀？啊，你别激动，慢慢说。我是个下人，按说我不该说什么，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我是不能不说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总是活人要紧吧，啊！大少奶奶这次要搬出去，万一有个……好，我去说，我去找我大哥。您放心，大少奶奶不会有事的。谢谢三少爷。三少爷，
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呀，啊！哎，大哥，你真要让大嫂搬出去啊？你真相信那些鬼话？我不相信有什么用，他们都是那样主张的。这是不人道的，你为什么不反抗呢？大哥，三弟说的对，你去和他们好好解释一番，他们会听的，他们也是讲道理的人。道理？三爸读了那么多书，还到日本学了法律，他都点头了。我的解释会有人听吗？你又屈服了，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屈服呢？你忘了你曾经付出多大代价？以前的不说，可这次是大嫂，是海儿的母亲。我说的容易，我没那么大能耐。你不是怎么知道呢？哎，二哥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当初如果不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他就会断送自己，也会断送另一个人的幸福。亏得他及时起来反抗，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二哥能做到的，你一定能做到。大哥，任何事情没做之前，不要轻言放弃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大哥，二弟、三弟，你们不要再说了。这是我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你大哥的意思。大嫂，这不是你的意思，也不是大哥的意思，这是他们的意思。大哥，你应该拿出勇气反抗奋斗，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奋斗，胜利。没错，你们可以奋斗反抗，轻视一切，你们胜利了。就是因为你们胜利了，我才失败的。你们大哥实在是太苦了，他是在苦他自己。你们别再逼他了，好不好？等了大半天了，大嫂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早知这样，还不如睡个饱觉，精神养足了再来。你们呢，也别怪大嫂，自己媳妇儿遇上这种事，做婆婆的哪能袖手旁观呢？哎呀，没想到大少奶奶也有今天，有的苦头吃了。说正经的，这陈姨太也太迷信了。家里头已经要修假坟了，还管他什么血光之灾呀？哟，三嫂，这开会的时候这些话你怎么不说呢？啊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干嘛管闲事啊？再说了，咱们家大少奶奶不是挺能干的吗？这点苦啊，难不倒他。三嫂，怎么这好赖话全让你一个人给说了？哎，我说五弟妹，人家三嫂是长辈，长辈能跟晚辈一般见识吗？是不三嫂？齐霞，倒茶。齐霞，庄烟倒茶。黄妈，怎么是你啊？啊，齐家带孙少爷上花园玩去了。虽然陈姨太呀，她是有点过分，可是大少奶奶也太不懂得做人了。这就叫做咎由自取，谁让她平时喜欢自命清高呢？这下好了，靠山没了，看她还能清高到几时。哎哎，黄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这么干活呢？笨手笨脚的。
我老婆子本来就是干粗活的。怎么？这老太爷没了，下人都想骑到主子头上了。下人又怎么样？至少我的良心没让狗给吃了。你们拍拍自己的良心，平时大少奶奶对你们怎么样？这种丧德的话你们也说得出口？你们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？黄妈，你不想干了是不是？我要不是为了二少爷三少爷，我早就走了。我在高家呀干了50多年，我什么事儿都见过，好好的一个家呀就败在你们手里。你们对得起高家吗？你们对得起老太爷吗？你清水我都住过了，我还能住浑水？我太不值了，不用你们撵我，我走人。黄妈，你反了，反了他了。大少爷，哎，妈，爵，这房间屋后我都看了，还行。哦，那好吧，我们就走了。大嫂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有空再过来陪你。那我跟大家一起走吧。哎，你们怎么说走都一块儿走了？三妹，秦妹，你们不能晚点回去吗？再晚城门就要关了，明天我们再来看你吧。这里怪冷清的，我有点害怕。大嫂没关系，明天我就搬过来陪你。我回去跟妈商量一下，我也来陪你。爵，忍耐一下，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。嗯，鸭叫鸭叫。哎，哦，你不走了？不行，海儿在家呢，我哪能不走啊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我明天再来看你啊。要不要带什么东西？你把海儿带来吧，我很想她。你一定要当心照顾她，她夜里看不到我会闹的。哦，还有，你千万不要给我娘去信，我怕她会担心啊。我跑回来就是要跟你说，我前几天已经给妈写了信了。我之所以瞒着你，是因为你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不会让我写的。你不该给我娘写信的，她要是知道了我现在这样，早晚你该让她知道的。再说她能赶到省城来，不也多个人照料你吗？好了，我该走了，笑一笑啊。大哥快点，再不走城门就要关了。哎，好，那你明天早点来啊。哎，我一早就过来。嗯啊，那我走了。嗯，黄妈，你三少爷，黄妈，你真的要走啊？这公馆里
已经没有值得我惦念的了，只有你三少爷，以后别再闯祸了，要好好的念书，给你过世的爹和妈争个脸面，知道吗？对了，三少爷，我给你做了你喜欢吃的燕窝酥，留在你的房里，你回去吃吧啊。我妈，看你傻愣愣的看着我干嘛？别婆婆妈妈的了，你将来可是要做大事的人，知道吗？你回去吧，以后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我妈，我舍不得你走，我去跟妈妈说，让你留下来。三少爷，走吧，别，走吧，别。老四老五，有件事我得跟你们说一下，给爹修坟的事，泥水匠已经估出价来了，各房出100，就这么定了啊。三哥，我有意见。我已经说破了嘴了，要是嫌贵，你去还价去。还价？我没钱，我一毛钱也没有。我也没钱啊。哎，你们俩这是？三哥，老太爷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，这钱从哪来啊？我还欠了一屁股债呢。三哥，五房能免就免了吧。才100块啊！啊，你们俩都不愿意出，爹真是白养活你们了。哼，三哥，你说这话可不公平。咱们都是爹的儿子，哎，凭什么好处都落在长房啊？没错，老太爷偏疼长房，长房多担待些也是天经地义的。你们都不出钱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以后有事啊，我就到金陵高玉去找你们。哼！哎，三哥，行，100就100。老五，你呢？我懒得跟我那屋里的黄脸婆吵。四哥，我那份儿，你先帮我垫上。哎呀，回头咱俩再算。三爸，门房说您找我。啊，明轩，老太爷修坟的事，我们已经商量。嗯，各家出100，你没意见吗？啊，没意见。哎，可是啊，我最近啊，事务所里的事是特别忙，这监工的事啊，就偏劳你了。三爸，我，哎，我晓得，你最近城里城外两头跑，挺累的，啊，可是老太爷生前最疼的就是你呀，你呀。就算是为他多尽一些孝心，也不枉他白疼你一场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！脚步踏前，相思。